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台湾的武汉肺炎疫情，今日只有新增14例本土确诊个案，确诊人数是愈来愈少，但彰化县的部分是继续维持零确诊，而且65岁以上的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63%，已经超过中央规划的60%。但即马就来看疫情记者会现场。中华本土疫情继续维持零确诊，体检阳性率嘛一直在下降，不过65岁以上的疫苗接种率是一直在提升。也跟大家报告我们最新的一些疫苗接种的状况。我们彰化县65岁以上的长辈总共有222,944人，那目前已经接种的有140,894人，所以我们的接种率有到63.2%，这是已经达到我们中央要求的6%，那这个资料是来自于我们疾管局的一个资料哈。卫生局表示，第二轮的疫苗注射按7月16日开始接种，但彰化县有54,280人预约。提醒乡亲，收到通知了后，要依照时间地点去做。那这一轮的54,280人的这些意愿登记，应该都已经陆陆续续收到这个简讯了，那也蛮多人去预约了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从明天开始，我们会来做这个疫苗接种，也请大家按照你预约的时间跟地点去做接种。卫生局指出，做疫苗不只是保护自己，也是保护厝内面的人，高龄者或者是有慢性病的民众，一定要赶紧去做。65岁以上的慢性病，65岁以上长辈的家人的同住家属，或是说65岁以下慢性病的家庭，你跟他同住的话，这个家人也要去打，等于是用家人的保护力呢，来保护这些慢性病的个案或是65岁以上的长辈。第三个就刚才所讲的高风险的这个机构或是职场的工作人员。所以这个大家一起来注意，早点去做意愿的登记。卫生局呼吁，除了依照中央规定注册的注射对象以外，接下来都是要先去意愿登记，然后接着收到简讯后再去预约。大众新闻中向中华采访报道。